来了。然后台下这么热情哦，我们脸都热了，对，然后眼睛都快掉下来了，有啊，有点，开心呐、啊，好不好？哎、啊，而且表演都成巨蛋了，拢顶满拢人，就是楼上还有看台这样子。上面的朋友你们好吗？哎、欸，你们回答我也、哎、好。我们是江东成名，江东的江东成名的成名，对，一直打广告好吗？哎、欸、啊，就是江东成名，就是四个人的名字啊，就是合起来就变江东成名这样，对，没有什么原因啦，就是只是四个人，哎呀、啊，我们是来自台中啦，就是在的，我们其实很少在台中表演，就是蛮奇怪的，就是明明都在这边，那、啊、我们都在别的地方表演这样，这应该是我们第三次吧。第三次、第四次，这一年半以来第三次在台中。对，我们好像也有点久没有表演了。嗯、差不多，我们都往南部跑了。对啊，中南部人诶，讲台语也通诶。对啊，有现场有人听不懂台语的吗？那你可以没有啦，我说还是一起听好不好？就是你可以，当然不会叫你走啊，怎么可能叫你走？对啊，就是感受一下我们一些台语的一些感觉。我们有国语歌啦，好不好？至于放在哪一首，就。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那一首是我们就是唯一的半首国语歌，因为它只有哎呦要修，不要生气。弟弟你还好吗？不要生气啊，我们其实只是想唱国语歌而已，只是想唱歌，不要这样。弟弟是爱台湾。你不要跟你吵了，好了，你唱歌好了。好了好了。